怎么了？妲己是个坏妖精，我怕你们会受骗呢。坏妖精？不可能。妲己来这里一定是有目的的，我估计她是冲着你们的孔雀神木来的。她拿我们孔雀神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花花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，我估计啊，现在你们的孔雀神木已经不见了。不可能，孔雀神木放在家里面好好的，不信的话我带你去看看。走走走走。哎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孔雀神木平时都放在那儿的。哪儿呢？孔雀神木呢？我就说妲己是个坏妖精，你还不信？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般人不是不能碰孔雀神木的吗？对呀，他究竟有什么通天的本领，可以拿走我的孔雀神木啊？花花，花花，爹！啊，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，你的房间里也没有你，你刚刚去哪儿了呀？爹，我到地牢去了。去地牢？嗯。为什么呀？我那个……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我……哎呀，爹，你先别管那么多了。哎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。本来呢，那个妲己想杀了我喜欢的女人招娣，我赶紧上前阻拦，没想到我这手啊被妲己给划破了。哎呦，这血呀一直就流个不停，一直流个不停。那这么说来，妲己她拿走了你的血。她有没有拿走我的血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爹，孔雀神木它不见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花花，那你知不知道是谁拿走这神木啊？我们现在怀疑啊，可能是那妲己偷走了神木。妲己？就是他。怎么可能？这神木只有花花你和我的。所以爹，我们现在就在怀疑他是不是拿走了你的血，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孔雀神木暂时封锁住，这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孔雀神木拿走了呀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爹！哎呦！爹，我现在得赶紧去找孔雀神木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百里会出大事的。